昨晚偷吃我的零食，今天让你见识见识我的厉害。阿七阿信，快起来找我了。阿庆的复仇。阿庆，你完蛋了。为了考验我们的默契，我们试试共用一个大脑回答问题，每个人只能说一个词。好呀，来吧。强默，你来问问题。如果男朋友惹你生气了怎么办？男朋友是什么？能吃吗？如果你们的化妆品被我弄坏了怎么办？坑人，让你重新做人。出门约会洗不洗头？那要看他帅不帅。如何让老板加薪？首先要给老板跪下。我们来玩谁是卧底吧。好啊，我拒绝。有的人喜欢，有的人不喜欢，反正我挺喜欢的。我觉得闻起来挺臭，但吃起来挺香的。这东西有颜色，我吃过。啊，你们还都吃过啊？这东西吃起来软软的。小时候我也吃过一次，有点上头。我们都是榴莲，你不会臭豆腐吧？吃啊，都是吃。我臭豆腐，不是豆腐。哎，你们在聊什么啊？平时袁总和你走得近，他们可能想整你了，你小心点啊。啊，不至于吧？哎，终于快下班了。把这一步做完，不做完不许下班。哦，就这点，简单。哎，帮我买杯咖啡，牵引线垫着。每次都花别人的钱，你是专业乞讨的吗？你，哎，楚墨，你是不是很喜欢一个叫慕容什么的游戏设计师啊？是啊，怎么了？经理，我看这个项目就交给他好，正好是他的粉丝。我们公司要和他合作，建立三天之内和他签约，就是你升职前最后的考核。这个项目给你了，慕容很难搞的，你这种新人，他肯定不把你放在眼里。哎，我看你这次项目是完蛋了。喂，你现在有时间吗？先给慕容的公司打电话问吧。喂，请问是慕容设计师的公司吗？您好，慕容不接受任何外部合作。哎，在网上搜一下他的资料吧。劲爆新闻，网红慕容设计师现实中是个大帅哥。一女子私闯慕容设计师家中被拘留五日，慕容设计工作室官方发布新的一年谢绝一切外来合作，这可怎么办？哇，要怎么才能联络到慕容呢？你在忙什么呢？啊，你怎么来了？项目协议。哎，我的协议。子倩，你别。子倩来了。哦，不是，慕容大设计师。你乔默，你在玩什么游戏啊？好玩吗？好玩啊，这游戏特别牛。可是我觉得一般啊。怎么会，这可是我心中最佳游戏。他们不是说慕容是男的吗？那也只能你